中国人如果好久没有和朋友见面，我们会问你最近怎么样。所以每个星期我也会问我的学生，你最近怎么样？他们就会在他们自以为平淡的生活里找出或大或小的事情和我分享。今天我也想和你们分享我最近怎么样。什么？你没有问？那我不管。走吧。上周我终于意识到，我的工作是可以不必拘泥于某一个环境的。如果找到好的网络，我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工作。正好我的朋友小敏也有一个星期的假期，我们就约好一起旅行，还有一起工作。啊？你要打码吗？好。我不会打那种动态的码，我只会打静态的码。终于到了，坐了十几分钟的摩托车，我的头发全乱了。我们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叫做北壁，北京的北，碧绿的绿，碧绿的碧。它的意思是，我不知道它的意思是什么，但是这里有很多瀑布，然后岩洞，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桥。这个大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修建的，因为环境特别的艰苦，所以当时死了很多人。这个大桥上有一条铁路，这条铁路也叫做死亡铁路。比起海，我总是更喜欢山。在海边，气氛是悠闲的，好像可以暂时放下工作，尽情享受。然而，身处山林之内，却会让你感觉到自己的渺小。大自然的安静会让你觉得，你所有的烦恼都太过吵闹。它就以那个 Council of 那个 National Park， 为就是研究对象，写了一本书。嗯，它就以那个 Council of 那个 National Park， 为就是研究对象，写了一本书。嗯，里面所有的植被的信息啊，他还拿出来给我看。我有幸就是他作为我的 guide， 然后一路上给我科普。什么像这种竹子，虽然这么细呀、啊，但其实也长了60年呢。真的，嗯，那种我们平时看到那种很大的，嗯、那就好多很多年了，对。我们爬的这座山不高，大概1000多米吧，难度也不太大。你可以体会到爬山的乐趣，又不会因为疲劳而丧失兴趣。哎呀，可是我的朋友小敏还是摔了一跤，真可怜。吵啊，什么事？ What happened？你问你的孩子，你问你的老婆，你去看看外面是什么事那么吵。嗯，很吵。你的公司附近很吵。嗯，因为你的公司在香港的中间，对吗？第二天的任务是在酒店工作，每次上课都觉得是在和好朋友互相分享最近的生活。来认识一下我的好朋友 Andrew 吧。你啊，对，等一下，对，好，所以你好，你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Andrew。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。现在你住在哪里呢？
现在我住在香港。哦，那你为什么要学汉语啊？不知道。我只爱中文。你爱中文哇？那你的爱好是什么？我的爱好打壁球。嗯。我的爱好学中文。你的爱好是学中文，嗯。对对对。那你去过中国吗？你去过中国的别的地方吗？啊，对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嗯，上海、北京，云南，嗯，大连，大连。那你最喜欢中国的什么地方？我最喜欢上海。你最喜欢上海，嗯。为什么最喜欢上海？上海有很多外国人，对不对？很多外国人，我喜欢上海，因为很漂亮，嗯，很多酒吧，嗯好吃，嗯哼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我和小敏坐在泳池边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，觉得再好的生活也不过如此了。好了，谢谢你忍受我的屏幕疯狂的晃动，我们下次见吧。就要一起啊，然后大学生就跑到那种。